不惊不躁，唯虚唯静。记得何须藜曾经说过，每个知道读书方法的人都有一种力量把自己放大，丰富他的生活方式，使他的一生内容充实，富有意义而具有趣味。的确，学问能够美化人性，经验又能够充实学问。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好像是一条河流，开始的时候又细又小，可以一目了然，渐渐地汇集了两岸无数的细流，而越来越宽，终于由涓涓而成细流，奔流入海。学习刚开始也会显得微不足道，慢慢的，知识的范围和领域渐渐增加，终于积少成多而无法测量了。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，是一种最珍贵、最无价的赐予。一本好书，可以引导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体认。借着书，我们可以获得先哲们的智慧；借着书，我们可以安坐在家中，神游四海。通过书本，无论是文学、科学或历史，只要是人们想过、人们做过的，正是人类历千百代堆积的经验。朋友，让我们以恒心、毅力为充实心灵而努力吧。